我们的中华队为了备战经典赛，也是透过战术训练来培养防守的默契。而打击教练恰恰彭振敏是一时寄养，上到了一垒担任跑者，模拟跑垒。那几个深远的安打球，让恰哥连跑好几个垒包，跑得气喘吁吁。队长王威成也忍不住要给恰哥一个拥抱，还摸摸他的肚子，互动很可爱。备战经典赛，中华队训练马不停蹄，每天透过战术训练培养野手们的默契。打击教练彭振敏虽然可以稍微喘口气，但也没闲着，上到了一垒担任跑者，模拟跑垒。一个深远的安打球，看着恰哥绕过了二垒，再闯三垒，一旁的球员们也画下要恰哥糟卡进内了。彭振敏连绕三个垒包往本垒跑，但球早就一步到了。不过恰哥精神可嘉，回来跟大家谈笑风生，看来问题不大。那么就下一轮继续再上吧。又是一个 over 的深远安打，恰哥再度拔腿狂奔。再次连拼三个垒包，好不容易上到三垒，队长王威成也赶紧给恰哥一个拥抱，还不忘摸摸他的肚子，两个人的互动相当可爱。其实彭振敏年轻的时候也是外野底的，在去年拜访海盗小联盟基地的时候，也上场跑了一下，速度当时不闹鬼。你看恰哥，哎，还是很快哎，不敢那个脚有在尬呢。对，你在交换，可以知道我以前跑多快了。虽然退下来多年，但是能够看到恰哥在球场上奔驰，也是球迷们的小确幸了。华视新闻黄柏林、杨志富报道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